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今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韩版在11月19号所放出来的一个骑士道改版的资料啊，我们来介绍给大家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骑士的改版专区啊，已经增加了很多内容，有各个更新的介绍啊，骑士的重生，还有职业转换、大移民内容的更新，还有 TJ 卷跟一些活动。然后它左边有两个影片哦，这就是骑士道的一个改版影片啊，和大家再自己来看一下。不过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吧，我把声音调出来一下。好，好，打巨大的剑哦，很帅啊。欧米奈大把，是不是三元啊？四元刀，很帅。白色的骑士 ，Number One。好，这就是大哥一个影片啊。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个 Live 活动啊 ，Live 活动是11月23号会有一个直播活动，会有一些直播组来分享这一次的改版。好，然后也会送一些奖励啊，应该会有一些需要这里拿。有玩韩版的玩家，我可以来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序号。好，我们再回到那边，回到我们的首页那边，改版专区啊，回到我们改版专区。好，那我们往下面看啊，首先是骑士的技能改版啊，他这边有三个技能啊，这个应该是攻击的，不过这边感觉是属于攻击的比较类。比较偏防御的攻击啊，这个好像是幻影刀怎么的新的技能、啊，然后这边好像是也是一个新的防具还是新的一个防御技能，然后右边这个是生存的，可以解开一些 DC 技能啊，解开一些控场技能啊。不过还是详细的一个技能资料还是要跟大家同步啊，因为大家目前只说这样而已、啊，可能不能翻译成中文。好，没关系，按下去看有没有，没有。之后才会公布。好，这就是他的一个新的技能啊，新的一个能力啊。然后右边这边就是他把反平跟冲晕哦都整合在一起啊，因为像我们的骑士有很多的冲晕，有什么冲晕大师啊、冲晕高手，有的没有的。哦，他这边好像这一次把它做一个整合、哦，把它做在一起。好，不过我们还是等改版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因为他这边有可能只有少少的小小的说一下而已、哦，提到一下而已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重要的职业转换啊，职业转换的部分1月24号开始，这一次是我们的骑士跟我们的黑暗骑士哦，我们的白骑跟我们的黑骑要进行职业转换啊，所以想要转黑骑的玩家或者是想要转为骑士的玩家可以来转一下、哦。那这一波有转这个黑暗骑士啊，算是比较特别的哦，因为他有一些技能也是很难拿到的、啊，所以想要转 A 骑的玩家，或者是 A 骑有可能在这一次改版之后会有翻身的机会啊，因为目前暗 A 骑士算是很弱势的一个职业哦，那之后搞不好可以靠着这一波改版来获得一些能力哦，也说不一定哦。好，我们就我们拭目以待哦，因为他目前还没有说。改了哪些技能啊？目前都没有说，这一次这边的资料也没有说，等要等之后的一个更详细的资料。然后，广职资料也是之后才会讲啊。好，接下来是伺服器的移民啊，大移民啊，这边都是有大移民的活动啊。改版每次改版都会有这个大移民啊。然后接下来是内容的更新哦，他改了这次的重点就是副本啊。哦，大家有这个试炼副本，还有世界网吧，这个应该是世界网吧。看这个 BOSS， 火焰 BOSS， 冰的 BOSS， 那个的是伊佛利特吗？啊，这个不是火焰的吗？这应该是大战士啊，什么的、啊。然后这一个、啊、应该是什么什么那个骑士的，之前有出过的，那叫什么骑士？
猎鹰骑士哦，搞不好是猎鹰骑士哦，要骑马的。好，这边法师懂哎，我看啊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很奇到奇怪的嘴巴，这个搞不好是杀虫哦，不知道。到时候等改版我们再来看一下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，除了事件副本或者是世界网改版之外啊，那这个熟练度系统也有改哦，这是熟练度哦。然后大家这边有改，有说要做更新啊，不过目前不知道跟他的情况是怎样。这是熟练度系统。好，接下来是挂符的部分啊，挂符的部分迪比斯大家这边好像要改版了，之前好像把迪比斯收起来嘛，变成那个什么那个神庙嘛，然后这次迪比斯导爆又要出来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崩坏之岛，崩坏之岛也要进行改版。崩坏之岛好像改了很多次了，但这一次又要改。啊，接下来是大跨服哦，大师副本，这是吉尔塔斯，吉尔塔斯可能要出来了，是因为之前好像没有出来过吧？那这一次好像要把它放出来了。只有 Top One 的一个，只有顶尖的一个血盟才可以挑战这个吉尔塔斯啊。哦，这是他的一个说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TJ 卷 ，TJ 卷它这一次有两张，我直接看这个详细的、啊，哦，有这个我翻译一下，哦，有这个普通装备，就是装备的回复卷啊，哦，一般装备什么武器、防具那些，然后另外一边是三层装备，就是三层饰品，三层饰品跟武器，一般的这个武器防具啊，然后右边这个是三层饰品。嗯，拿到这一次没有那个吗？娃娃灯变身吗？怪了，现在这边是三层类的一个饰品，印章啊，哦，手链啊之类的。然后上面这个是武器的，我们一般武器的。哎、欸，可是这边都没有写到符文啊，符文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？大家都不知道。好，这是 TJ 卷的部分啊，我们带回去我们那边。啊，集结卷，我们现在在集结卷这边。好，接下来是下面，哎、欸，不能往下了吗？骑士厅，骑士厅，它这个应该又有一个实体活动吧？它会送雕像跟这个大剑的雕像，双手剑的雕像，这个应该是真冥王骑士厅线的，因为大家有这个勾勾，也不能翻成中文。这个感觉是要中实体的，有一些活动要给韩版的玩家来参与啊。这个应该是实体活动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台版不知道为什么玩这个活动、啊。好，接下来事件，大家这边会有一些活动啊，大家等人要等。等改版啊，或者是改版之前才会这边才会出现活动，这边只是多一个连结，让我们连结到活动区而已啊。所以目前给我们的资料都这一些而已，就是哦，技能组要改啊，不是有新的技能，就是技能组要改，目前是写这样而已啊。这个应该之后还会有更详细的资料，我们到时候再来看。哦，就是职业转换 H 跟白旗。白旗这两只直接转换啦，没有什么城镇剑士啊，没有什么。不过你可以转为白旗啊，白旗应该会比较强，因为是这只的主角啊。好，还有大移民副本修改，还有集结卷，哦，基本上都这一些啦。好，那有之后有再更多的资料，我们再来分享给大家。好。那我们这次介绍就到这边，我是古今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啊，拜拜。男子公道家，你若对这有兴趣哦，订阅的来起落去哦，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想要做古今抬杠啊、泡茶啊，你也当加入我们的一种 FB 粉丝团，还是赖群哦。我有一个赖群叫做古今与古威的秘密基地哦，大家可以加入进来，来这位抬杠泡茶啊。我爱大家怎样哦，将这订阅哦，订阅这频道。然后都加入我们的 FB 粉丝团，都有我们的赖群哦。二，这样子工作家，大家拜拜。